据当地媒体报道，菲律宾14岁少女薇若妮卡从出生起胸部就长有两条手臂，一对小手上还有手指和指甲，需要定期修剪。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她那位出生就夭折的双胞胎姐妹。薇若妮卡住在菲律宾伊利干市，从外表看她和正常人没有区别，只是胸腹部位有点隆起，但当她撩起衣服是先不知情的人会吓一大跳，原来他的胸部长了两条长短不一的手臂，每只手臂上分别有两根手指，他的腹部也长有一段肢体，看起来像大腿一样。